娶你的。你若讲有福气无福气啦，自细的时阵，我就对你真好印象，但听到即摆来讲重大事呢，我无够机会通表示。你讲啥？你都莫甲我提示啊！有你真心的对待，在我面头前提起，我就可能伤着你的心。来甲你计算的道理呀、啊！就是嘞，奶奶，你来去跟我讲听。阿姐，袂用气，是你呢？你爱猜，我了你永远袂成功。你看我身体这一块，那在此去甲阿公提起咱的婚事。是讲阿公伊老大人会无欢喜呀？林哥呀，你的顾虑嘛不是讲无道理啦，你这摆身体遐尔啊虚弱。我答应你，要不你嘛就要答应我。答应什么？你跟我两人坚定的约束，你千千万万就袂去甲我放袂记住啦。我讲，你放心，我林哥阿爷心肝永远无变，在此的约束，天地为咱而称，日后我一定娶你为妻。真是的，我即摆来接这个，可能也先接机，因为查某囡仔落在机讲话，啊，无咱就大家分手。有道理，但呢，咱互相来去休困。